未定事件簿。我看了一下列车路线，第一站停靠在象牙城。要不我们等一下去象牙度假区逛逛吧，旅行第一天就不要太累了，节省点体力，接下来慢慢玩。你想去我就陪你。喂，姐姐，你最近在休长假吧？有没有旅行计划？等你睡够了，要不要考虑一下跟我一起去参加坦布亚尼环游列车旅行？全程5天5夜，精品豪华高档自助旅行，由何印总裁亲自为您设计旅游路线哦。为了工作嘛，何英在那边投资了一个雨林开发专案，我准备亲自过去看看，顺便可以带你一起去玩几天，散散心。别考虑了，快收拾行李吧，明天我就来接你去机场，挂了。何印准备在伊玛纳雨林建立一个自然保护区，顺便研究鹰尾仙花专案。那是我们的人来雨林滩保护区的时候，偶然发现的一种有药用价值的珍稀植物。可能是吧，不过实际情况我也不太清楚。等到了象牙城，相关负责人会来接我们。到时候你可以详细问问他。他今天来象牙城办公，我就叫他来聊聊，刚好了解下专案进度，这叫有备无患嘛。好了，等一下再说这个，还是先想想我们等怎么在列车上度过快乐的午餐时光吧。列车餐厅里有坦布亚尼当地特色美食，也有口味不错的自助西餐，你想吃什么？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其实我刚刚就想推荐黑豆香橙饭给你，没想到你自己先说了，我们俩果然心有灵犀。对自己有点信心嘛，要坚信我们的选择一定是正确的。走吧，我们的雨林之旅要开始了。
唉，独木舟漂流和红树林空中缆车探险计划都泡汤了。我找人去跟当地的负责人说明下情况，让他们派点人来监督管理吧。怕就怕管得了一时，管不住一世。那些原住民似乎完全没意识到烧林砍树是件坏事。他们还说什么，在伊玛纳雨林里有一大片鹰尾鲜花田，保证货源充足。要不是提前了解过鹰尾鲜花的情况，我肯定会以为这种花是原住民家里常备的仙草灵药。没问题，明天列车就会开到伊玛纳雨林部落村附近，我们可以顺便过去找找看。
唉，真不知道该说他们什么好。阻止得了这一次，还会有下一次、下下次，永无止境。要是不从根源上找到确实可行的解决办法，这件事就不会结束。别皱眉头了，这不是还有我吗？农民历上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？只要是钱能解决的问题，就都不是问题。我们想想办法，让他们都赚到钱，不就好了吗？陆家的祖传农民历。好了，我来说个认真的解决办法。明天环游列车会到达纳波丛林站，何印出资建造的生物研究站就在那附近。我们先去看看鹰尾鲜花有多神奇，它的药用价值、经济价值究竟有多高。要是真的那么神奇，能多找些人帮忙一起种种看也不错啊。一切都还停留在设想阶段，我不保证一定能成功，所以我要把你给我的夸奖存起来，等事情结束以后，你再加倍给我奖励吧。
你是认真的？你们的人会来教我们在雨林里种鹰尾鲜花？是真的，我有骗人的必要吗？哼，那可不好说。你们这些外地人怎么会无缘无故帮我们？本来呢，我应该说一些要保护环境、维护生态平衡之类的大道理，但我懒得说这些。我只告诉你们一件事：想赚钱过上好日子没有错，但是要用对方法。方法不对，努力再多也只是徒劳无功。你说我们要怎么配合？很简单，听从生物研究站的科研人员们的指导，学习真正的鹰尾鲜花种植技术。等你们种的花有了经济效益，一切就会慢慢好起来。我们相信你们一次。很好，那接下来的事就让生物研究站的负责人跟你们沟通吧。姐姐，我的解决办法怎么样？你是不是应该把我存在你这里的奖励加倍给我了？哈，也太不用心了，一点心意也没有。我那么努力，就不值得更好的夸奖吗？不行不行，感觉更敷衍了。要我说，你就奖励陪我一起去吃烤蚂蚁酱煎鱼排吧。烤蚂蚁酱煎鱼排，这是当地的一道招牌菜。我是认真的，你不觉得来雨林不吃吃看这些奇奇怪怪的菜就好像没来过一样吗？我记得调制酱汁用的是那波丛林特有的野生蚂蚁，它品尝起来会有姜和柠檬草的香味，再搭配巨骨舌鱼的肉，一定会有很新奇的效果。姐姐，你就陪我试试吧。
去雨林深处的保护区。这里是科学家们做勘察研究用的保护区，而我们现在要去的是雨林深处的培育试验区，那里是整个保护区的机密地带哦。这就是真正的鹰尾鲜花，漂亮吧？可惜现在就这么一个宝贝，只能过个眼瘾。等培育技术成熟了以后，我想试试让它走出雨林，让更多人看到。那时候，一定也会有更多人走进来，瞧瞧雨林里面的风景。可以，想拍几张都行。好，不打扰你，我去另一边拍照。嗯，你拍了什么？啊，姐姐，你耍赖！什么罪证啊？这明明是你在偷拍我，好不好？不管，我要拍回来。看镜头。下一个，一、二、三 ，cheese。
未定事件簿。